今日嘅 ET 個股推介咧就係中旅2600啊，咁經濟日報嘅投資熱話組揀選原因咧就係資源股業績大幅增長，陸續發盈起，咁中旅受惠於旅價向好，盈利持續增長啦，咁就值得睇好嘅。中旅上半年業績預測數據遠超過市場預期，咁集團就預計上半年嘅盈利大約係30億人民幣啦，按年增長大約83倍。市場預料中旅嘅盈利增長勢頭會延續去到下半年，瑞信將中旅今後三年嘅盈利預測分別上調係79%、71%同埋56%，去到60億、65億同埋70億人民幣。策略上，投資者可以4.7以下收集中旅啦，目標就先睇5.5，失守4.3就止蝕。